哎，兄达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好啊。哎，你会说话 ？OK OK， 我牛吃，哎，后面有人知道吃草这四个字，帮我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顺的句子，好不好啊？牛吃我草？不是不是。吃我草牛？啊哈 ，no no no。要公布答案了吗？好啦，答案是牛吃草。啊我嘞？你吃屎啊？你拍球呢？哎，不要说台语，欺负外国人，我听不懂。什么拍球？是这个拍球？排球？排球？排球？让我们请欢迎排球社。排球社，这真的都是在打排球吗？大家是喜欢排球来加进来，当然是打排球啊。那社长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学弟妹说啊？哦，就是学弟妹不要怕自己不会打排球，然后就不敢加，只要愿意进来，学长姐都会很愿意教你们。总之，只要你有心，谁都可以加排球。好，谢谢社长。谢谢。